所以现实问题就出来了，又是搭档，同时又是恋人，你们估计现在分开以后，各自再找演出还挺难的，是吧？对，非常难，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所以说你们俩在一起，情侣的身份容易断，搭档的身份好难，拆不掉，很简单，把财务做切割，可以，就像一个正常的搭档一样，明白吗？ 你们可以谈好啊，谁拿四，谁拿六，还是五五分成？我可以不要，都给他。那不对，因为凭什么呀？我欠他。不，我们不占这便宜啊！你说，同样都是演出，各自拿自啊，你拿五，你拿五，借人的钱给人打上借条，该怎么还怎么还，还完钱之后，你再考虑能不能跟他谈恋爱。男生。 你要针对他有心，重新开始追吧。但是我们先做一个告别，对吧？我跟我自己告别，我跟过去告别。那你今天真的别出来，告别一下，然后重新追。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来呗。生活的现实都得面对啊，好吗？哎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 媳妇儿，你放心。 我会从现在开始立即改掉我的坏毛病。我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花一分钱，我不往游戏里充钱了。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只能说考虑考虑。我多了也不想说了，因为我想用我的真实行动再次感动你的心。 我真的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可以吗？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咱们两个好好在一起赚钱。我真的错了，对不起。谢谢你，请回。 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，要保湿易倍湿，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赞助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咱们以后好好的吧，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，不会让你再过以前的日子了。我用我最大的努力把我的债还上，给你最好的幸福。我爱你。 希望你真的可以做到你说的这些。可以，放心吧。好，亮灯吧。女生啊，老师的话要记住啊，把钱先分割开来，谈恋爱归谈恋爱嘛，经济相对独立，好吗？好。
男生加油啊，来拿着，加油吧，两个人好好为生活奋斗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